好，我是麦子爸爸，还在继续赶路中。Hello， 我们呢今天一大早啊出发，然后经过美国海关，哈，我们就算是闯关成功了。那接下来呢还有第二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因为我跟麦子爸爸呢，我们两个人年龄还不够，所以呢在出发之前，哈，六月底出发之前呢，在加拿大这边呢，我们还没有排上打第二针疫苗，所以我们呢今天一到美国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赶着去打第二针疫苗。美国这边疫苗真的是充足了，在加拿大的话就得排到啥疫苗还不一定，是吧？美国这边就是随便，像 Costco 啊，什么 CVS 啊，什么反正只要是药房，你们去就一去吧，预约他都可以选。各个时间，然后你选什么疫苗都可以自己挑，包括现在我查了查，当天下午的都能约上，多厉害！对，但是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实际上也预约了今天下午4点的哈，但是我们预计呢会，对，预计可能会提前将近2个小时时间。对，带大家去看看在美国怎么打疫苗。Costco 波特兰的这家 Costco， 我们要去打这个第二剂的疫苗。走，预约的时间还没到。在里边有一个 pharmacy， 我们应该就是去那里打。对。这一天呢，是吧？哎呀妈！就算是过两关呢。这天跋山涉水。过了海关，然后又来过这个打疫苗的关。而且还。跨越国际，对，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多久？早到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待会儿去问问看能不能提前打。嗯哼。在呢。推车吗？不推了。哎，全世界的 Costco 长得都差不多，其实，他明显感觉这边戴口罩的人少，是吗？我觉得是。进来里边都戴吧？也没有，好多人不戴，你看看。还真是，好多人都不戴。好多人不戴呀，咱得去那边。这边现在应该已经不强制戴了哈。对，因为两针都打完了，好多人就不戴了。区别还是很大哟。这大大咧咧的国家，但是我觉得一般家里有小孩的会戴着。你看这边有小孩的吗？推着的也不戴。也不戴。呀。走。这儿，嗨，喂，we appointment four p.m. May I a little earlier? Okay. Yeah. What's the last name? We'll go ahead and process them. You're gonna wait down in the corner of our registers down there, and they'll call your names in a couple minutes. Yeah.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那边等着。就在这儿等着呗。我的第二针莫德纳也打完了。我也打完了。哎，还是有一点疼，比第一针疼。对，因为它第二针比第一针的量大。哦，这样啊。嗯。他想坐在这儿观察。15分钟。对。在这边打跟在温哥华打完这两个感觉啊。嗯，这边已经没什么人在排队。嗯，就找 Costco 这药房，刚才 check in 了以后，等了一会儿，来人一叫名字，进一小屋，咔咔一打，非常 easy 简单。而且最关键的是还不收费。那都不收费。他那个预约的时候就说了，如果你是那个有医保卡，拿医保卡；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完全免费。好吧，我得需要在这儿等15分钟。据说明天会反应强烈。对。会发烧会怎么样？对，所以我们明天决定了在波特兰休息一天。对，一个是这个，还是而且波特兰免税，所以麦特妈妈也要休息。而且购物一下，如果还有力气的话，据说会头晕，然后发烧，浑身无力。看看明天的情况吧。好吧。今天就这样吧。See you. See you.